组巨头，詹姆斯更适合独自带队的体系，这是永琪两队球员与球员之间传导球的关系图。可以看出骑士的体系传导球基本是通过詹姆斯一人完成的，而勇士体系算是比较团体型，詹姆斯对球权的掌控欲真的是太强了，反而更适合一人独自带队，组巨头效果未必更好。对比之前的韦德与欧文，可以看出因为詹韦的关系足够好，韦德也欣赏詹姆斯，所以不介意。但是欧文就不一样，欧文的性格掌控欲也挺强的，心气也比较高，他不想在詹姆斯的体系下打球，所以就走了。所以詹姆斯的体系更适合带领一些角色球员，这些角色球员对詹姆斯的气场和实力是比较服的，也不会有什么球权之争。而明星球员就不一样，他们未必想这样打球。詹姆斯适合组巨头还是单独带队，你怎么看？